恭迎魔力之天菩萨圣诞。每年农历九月初九是传统节日重阳节，也是魔力之天菩萨圣诞纪念日。这位菩萨的威神之力和慈悲誓愿和观世音菩萨一样不可思议，无人能知，无人能害，无人欺狂，无人能负，无人能责罚，被古代皇室、政界、军界、工商界普遍崇奉。恭逢重阳佳节，魔力之天菩萨圣诞日。魔力之天意思是指阳焰微光，也就是激光天焰的意思，又被称为聚光佛母、光明佛母。魔力之天为地势天眷属，为佛教护法菩萨，常随日天子遍巡天下。在佛教中，他是一位能够为众生除灭障难、施予利益的女神。佛祖统计卷第47中说，威德悲怨，待与圆通大事，俱不思议。释迦自云，我因知此天明，得免一切恶难。据《魔力之天陀罗尼经》记载，魔力之天菩萨所拥有的大神通常常在日天之前行走，由于他能隐形，所以行踪无人能知。据古籍记载，蚩尤暴虐天下时，皇帝濒危示弱，菩萨见此情形，兴起天下安危，为救众生于水火，化身为玄女，下凡受皇帝兵符，帮助皇帝打败风伯雨师，还众生一个太平盛世。魔力之天菩萨具有广大自在的神通，被称为战神、财神，有护身、隐身、德才、正论得胜等功德。魔力之菩萨显示多种形，或与莲花座上，左手在胸前持天扇，右手下垂，也有三面形象，每面三目，有六只手臂或八只手臂，其乘于野猪上，或坐在鸡头野猪拖拉的车上，左方各手执无忧树、卷锁、弓弦，右方各手执金刚杵、针、剑与金刚，最常以天女的形象出现，坐在猪身上，身如金色，光明如日顶戴塔，着天衣彩裙，有腕串、耳当、宝带、璎珞等华严装饰。魔力之天赞，魔力之天，光明天尊，隐身消灾护群生，世界结怨尽。阳焰威神，诸恶化为尘。喜迎重阳佳节，恭迎魔力之天菩萨圣诞日，为天下父母祈福，延年益寿，幸福安康，为七世父母祈福，离苦得乐，早证菩提。魔力之天心咒，南无三满多母陀南翁莫力之梭哈，南无三满多母陀南
嗡摩利支梭哈，南摩三满多姆陀南，嗡摩利支梭哈。回向偈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